不是实现啊，但还不做到某种观念吧。很痛吧，一排一个颜色而已，那七排丑爆了，你看。东西是看你要不要做，是你自己都没做，因为你说啊，你在做这个干嘛呢？那个肥肥的胶在那个三级要买装的是你没钱啊，你现在说你有出资，你操他妈！回家还有参加一场，光都不能。他现在就是感觉好像那个小时候的感觉，真的。